大家好，这边是金鱼肉，还有麝香牛，也叫做牦牛的肉。啊，牦牛可能在西藏之类的地方，亚洲人会吃比较少见。但金鱼肉的话，就是对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吃得到。然后可能会有人觉得金鱼肉好像很残忍，但对于当地人来说，因为他们就是几百年都是靠着狩猎跟渔获在生活嘛，所以他们并不像可能我们一样会对金鱼有那么多的可能想象，或者说。它只要不是岛屿类的话，在他们眼中就是维持他们生命的其中一种食材，所以我现在要吃掉它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，来，我来巴掌好了。什么？它是碎肉解在一起，还是整块肉切下来就长这个样子啊？我不懂哎，但蛮好吃的啦，就很像很咸的牛肉，鸡肉吗？牛肉比较像牛肉，比较像牛肉的口感哦，蛮好吃的啦，但就不知道我自己在吃什么东西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再吃第二口？不是你的声音为什么是颤抖的？不是啊，那我都没吃过啊。我觉得他应该有先处理成，就是外国人也敢吃的味道了啦。我看有股腥味。好。